可以的，加油。哎，我回去看看那个怎么叠古巴飞车，你看一下这个。我真棒，你看了。好了，还好我们处理很好。然后我帮你们带什么？这个我没办法搬，要选择搬。然后那个肥皂应该也不够了。等一下买什么？买饮料？还是中午你们要吃什么？我帮你们买。哎，卖什么？